你好，微博，现在我拍电影，但是我给手机吃饭，我不可以用我的手机，我们拍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拍，这个，因为他们给我老干妈，我不知道关于老干妈，但是中国人说这是非常好的 chili sauce， 所以现在每天我用老干妈在西凉话，我用很多很多老干妈。不是广告，老干妈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希望这个